感谢酱油大大的鼎力赞助。哎，酱油大大赞助了我什么？哎，就带你去看看哦。嗨，我是鱼一只兔，欢迎回到说说的时间。哎，酱油大大他 message 了给我的东西，然后赞助了我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好感动，所以特别来拍影片来告诉你酱油大大到底赞助了我什么。嘿，在讲之前赶快检查订阅了没，旁边的铃铛也别忘了，这样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。那喜欢也不要忘了给我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，那我就知道可以制作更多这样系列的影片哦。好，我要注意我的眼睛，要不然每次都掉下来。好，那酱油大大他帮我做了我 FB 粉丝团的图片，然后还有我 YouTube 的那个上面的那个 banner 图片，就会在这边跟这边。好，他有记得给我一个他制作的过程，那就带你去看看这制作的过程咯。酱油大大做得好看吗？觉得好看的话也不要忘了在下方留言，酱油大大好棒棒，很棒棒，酱油大大就知道哦，我做得很赞哦。别吝啬给酱油大大一个大大的赞哦，我觉得我超级感动的，因为第一次有一个粉丝为我做这个东西，以前都是自己做，都没有想说哎，粉丝会为我去做什么，或者是他们想做什么。所以现在当有一点点小小的知名度，虽然还没有很大的知名度，才350订阅，但是可以大家都会说哎，要不要我帮你分享啦，或者是什么，我就会超感动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点一滴的在跟你们互动，你们愿意来问我说我需不需要这样子的帮忙，我就会觉得哦，好感动哦，感觉好像真的有人在认识我了，我不是一个人在拍片的这种感觉。这边还是要感谢酱油大大的赞助哦。虽然他好像没有在制作这个，这只是他在练习他的练习在做这一些，但是我觉得一定很感动的，做得很好看，我也蛮喜欢的，嘿嘿。也不要忘了给酱油大大一个很大的赞赞，如果你觉得喜欢的话，就在下方留言酱油大大很赞很赞，虽然不用那么多赞啊，你觉得你喜欢就很赞，插几个或者是点个大大的辣都可以。好，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，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，或者是希望我拍怎样的影片，去哪里玩的话，不要忘了在下方留言给我哦，那有什么指教也是哦。 OK， 好，影片结束，你还没订阅吗？赶快点击订阅，旁边的铃铛也不要忘了，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。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忘了给我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哦。那今天就这样，我看下次我用怎样的影片来记录生活咯，拜拜。